你个心机姐妹啊，睡一趴还涂粉底。你怎么没涂？你看我俩的脸都不是一个色，你是不是偷偷下不去了？我没涂，没涂怎么可能白？就是说了没化妆，他们还不信。来，卸妆水啊，啥也没有。为了自证清白品了。来看看水珠还挂着呢，我这个敏敏肌啊，还是一搓就很容易变红，但是相对比之前那个满脸痘印啊，而且皮肤雀黑的时候，真的是好太多了。后来啊，还是我一个朋友送我这个，我的妈呀，咱这是从1.0治到2.0，看看这边又要空了。稍微研究了一下，它的核心里白成分是光甘草定，植入出去，所以像我这种重度敏敏肌啊，不建议耐受就直接去用，而且2.0里的光甘草定升级到了90价，最重要的是。没变，那懂的都懂啊，提升的越高，皮肤吸收的不就越好吗？你们看，杠杠的，它是一种很清爽的冰淇淋质感，上脸也很好推开。像我这里有痘印的话，我就会多涂一点，很快就吸收了，一点也不黏腻。要是第二天有拍摄，我都会在鼻头、嘴角这些上妆容易起皮的地方厚敷一层，早上起来皮肤光透亮亮，妆感也是个绝绝子。主要是它里面添加了很多保湿成分，就我这种沙漠大干皮啊，现在想咖啡都难。少买一件衣服就能获得妈生奶油机，还不赶紧冲！